好，听众朋友们，今天是2020年8月27号，星期四，农历是7月初九。下个星期一呢，就是我们啊那个7月13的大势至菩萨的圣诞日。然后呢，是在下个星期三呢，就是中元节了。希望大家多多念经。下面就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。师傅，喂，你好，哎，你好。喂，师傅，师傅你好，师傅。你好，你好。你好，你好，我打通了，师傅，我问，我是59年，1959年属猪的。59年属猪的。哎，看看他的身体，男的。我看一下啊，是59年的。哎，1959年的，属猪的，男的。猪的，嗯。哦，他身体不好哎，他的当中啊，肠胃当中啊，还有那个一直到下面呢、啊，他都有黑气啊，嗯，啊，而且他的脑子也不干净啊，这个脑子这个我看上去这个颜色都不纯啊，说明他脑子有问题啊，听得懂吗？啊，师傅，嗯，想东西乱想了。啊，东西乱看了，或者思想不集中了，都会造成这种颜色的。你听得懂吗？听懂了。啊，人是一个好孩子，但是他这个，身上的这个气场不好哎、啊，你听得懂吗？啊，听懂了，师傅，嗯、他今年做支原3月份太重的手术，他是胆管癌。什么没听到？嗯，胆管癌。哦，胆管癌，我看一下啊。哎，师傅，你给看看他做个大手术。59年的。嗯。哎，59年属猪的，男的。哦。哎呦，他的。对，他的胆都要拿掉了，我看他胆都看不见嘛。对，师傅，他的胆拿掉了，他的肝，嗯，肝里一，哎呦，肝里一个大的，一个小的，大的没有了。对呀、啊，我看他胆都没了，嗯，胆找不到啊。哎啊，我跟你说呀、啊，你叫他现在不能吃油 啊，一定要吃橄榄油，其他的油都不能吃了。啊。你现在叫他，第一，坚决不能吃油的东西，啊，凡是不消化的东西全部不能吃了，明白了吗？啊、嗯，是。他现在，第一嘛，要他信不信菩萨啦？他信呀，师傅，他可信了。他这个每天，啊、他第一天的话是咱一餐一餐出放生。哦，你现在这样的，你现在他贪嘴呀、啊，他吃东西贪嘴呀、啊，你听得懂吗？对对对，是，哎，对的，整天像整天像饿死鬼投胎一样的，什么都要吃，哎，对对对，师傅，嗯，是、你说的很对，你不要给他吃、你给他吃的东西，第一不能盐不能太多，而且第二呢，油不能太多，因为你知道他胆秘，我看找不到他胆了。所以他以后的那个胆分泌汁啊，全部靠胆管的。所以胆管的话，一油脂肪一高，马上塞住。所以一直塞住的话，他这个地方就生癌，胆管癌了。你听得懂吧？嗯，听懂了，师傅。你现在第一叫他养生啊，第二要赶紧要吃，先吃中药那个消炎利胆丸呐、啊。消炎利胆丸。啊，赶快吃啊！就这1300顿这么吃啊？吃了第一减轻疼痛，听得懂吗？啊，第二啊，听懂。求菩萨保佑，许个愿。他吃全素了没有啊？他没吃，他吃一时是我吃全素了，因为现在因为身体不行。完了。嗯。他不吃，他吃荤的，他这个癌症马上扩散。我现在看他的癌症还没。还没有扩散，他要是再吃下去，很快扩散。啊、嗯，
哎呀，师傅你救他，师傅救救他。救他，他不救他自己啊，他要吃全素了。他蛋黄都不能吃，蛋黄、鸡蛋、油，其他的油都不能吃，除了只能吃那个橄榄油，再加上那个avocado 怎么讲？中文叫牛油果，牛油果。牛油果啊。牛油果的油是最好的，吃牛油果对他的胆、对他的脾脏、肝脏都好。他否则的话他会痛死的。你告诉他，你说师父告诉他，他要是再不吃素的话，他会痛死的。啊，师父啊，是。嗯，他现在已经很痛，你知道吗？现在已经很痛，他早，哎，他的痛你受不了了都。他当时动手术就站着痛了，我就跟你说的呀，你叫他再吃荤呀，再吃荤没再痛了。嗯。他血压去大院，你叫他听我的话。第一，吃消炎利胆丸，每天吃三顿到四顿，六个小时一顿。第二，坚决少吃油，要吃油一定要橄榄油。第三，叫他要晚上早点休息，绝对不能吃荤的了，因为任何的胆固醇都会造成，任何的胆固醇都会造成他的脂肪沉淀，他的肝还会有脂肪沉淀，所以他的胆管会塞住的，你明白吗？嗯。啊，明白，师傅。啊，明白。好了。嗯。好了，我已经跟你讲了。这身上有没有灵性？你看看。师傅。他身上有没有灵性？啊，他有啊，看看啊。有一个小孩，他有没有叫你？他有没有叫你劝你打胎过啊？啊，一天有一天有。就是他劝你，有没有？啊，有。啊，好了，不要讲了，就是这个了。就是你本来不想打胎，他要叫你不要。是的，嗯。好了，这个师傅，他需要多少间房子？师傅需要多少间房子？我看一下啊，146张。46张。146张，146张。146张，嗯。好吧。兄弟，师傅，感恩。感恩师傅，你感恩感恩他。你跟他说你要听师傅的话，保证他不动。他要是再这样的话，我真的保证不了他。他天天痛死。啊，好了，一定听你的话，师傅。他就是放生，一车一车的放。我们现在，我告诉你，放生是延寿，不代表你人活的质量好坏呢。你说看，很多人拖到今天，植物人还没死呢。你说瘦有什么用啊？活的质量要好的呀，我讲的对不对呀？啊，对，师傅你讲的对，你讲的很对。你说什么活到80多岁，天天痛的来臭要死，你说说看，这个活着干嘛？对不对呀？谢谢师傅，哎。他放生一车车放的话，他寿延长啊，天天痛啊，有什么用啊？是。好了，听懂了吗？师傅，哎，师傅，师傅，你咋吃他？他很崇拜你。师傅，就是他。要听话的呀，崇拜没用，要听话，听得懂吗？崇拜要听话。好了。师傅，你再看看59年女的，你看看我儿子，59年女的。嗯。桌子是桌子。看一个问题吧，那个。啊，行。你师傅，你想看什么？师傅，你想看什么？我想看看，你看看我身上的，你看看，我打胎的孩子你走了没有？就这个呀，就这个孩子不走呀。啊，我念了很多小房子了。你师傅，你看看我念的小房子质量怎么样？还好，你质量很好。哦呦，你一共，你不知道的还有两个呢。啊，师傅。你不知道的掉过两个，嗯，是，准不准啊？
准准，师傅太准了。师傅你说的太准了，师傅。下面师傅我得念多少小房子，要多少小房子。看一看啊，多少小房子。先念69章。69章。好吧。好，师傅你看看我的身体怎么样。身体嘛，胃不好呀，还有个腰不好，以后晚年嘛腿脚不好，现在关节已经不大好了，还有一个肩膀是经常酸痛，我讲的对不啦？对呀，师傅，哎，脑子嘛不灵，现在记性越来越差。是的，师傅，是掉头发，掉头发，感恩师傅，感恩师傅。要师傅、啊、对，师傅给你加持了、你老公吃荤我不给他加持、你吃全素我就给你加持、好吧、师傅我吃全素了，我听你的，师傅、我一直就成、师傅你乖呀、你乖呀、好吧、感谢师傅，好了不能再讲了、感谢师傅，感谢好，再见。喂，喂，你好。哇，哎，你好。哇，我都没想到我能打通电话。哎，打通了呀。啊，师傅你好。讲吧。我的天哪。讲吧，傻姑娘。哇，师傅，我不知道说什么。哇，我跟做梦一样，我都不知道我能打通电话。呵呵，那有什么不能打通的？缘分到了就打通。哇，师傅，讲吧，我不知道说什么。问什么？讲说吧，问什么？哇，师傅，我前几天，不是前几天，就前一阵，然后那个做梦梦见这个，就是梦见一个广播，然后在师傅旁边，然后那个，那是弘法呀，梦见给师傅。拿这个收拾这个蔬菜和这个活鱼，这个是什么意思呀、师傅？这个就是你看到活鱼啊，活鱼们放生呀，叫你放生呀。还有蔬菜呢？蔬菜就是好事情啊，你吃全素了不啦，傻姑娘？当然吃了。哎呦，师傅，我今天都没有准备，我说话如果。那个说的有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，请师傅原谅，感恩菩萨，感恩师傅。真的，我一直在准备，已经在原谅你了、这么啰嗦，已经在原谅你了。因为我都准备好久了，但是我一直没有打通电话，我就没有这个信心了都。要有信心。师傅，你好吧？师傅，你帮我看一下那个什么吧。你帮我看一下那个业障比例和那个莲花可以吗？那个我几年属什么？1985年属牛的，我已经等了很久很久了。1985年属牛的。1985年属牛。你看我业障比例是不是已经只有10%了？哎，业障比例倒不高。多少？23。这么高呀！你脑子有点问题，你这孩子你要特别当心的，听得懂吗？你患得患失很厉害的，有时候开心的不得了，有时候伤心的不得了，很容易得忧郁症的，听不懂啊？我的业障比例有这么高吗？不是已经到了10%吗？会上升会下来的呀。你修的好坏，23已经蛮好了，听不懂啊？怎么我、啊、我感觉我你连你的温度每天都在上上下下，连你的血糖都在上上下下，业障上上下下更厉害，听不懂啊？做件好事，马上这个比例就会慢慢的上，要做10件好事上一点点，或者100件好事上多一点，他是这样安排的呀。这么高，我记得我的业障比例应该到了10%以下了吧。 I hope so， 我希望如此。
啊，那个我在修的那个当时是、啊、没有那么多时间跟你聊，赶快有什么问。嗯，那我的莲花是什么颜色呢？什么号码？1985年属牛的。什么号码莲花？我没有号码呀。你还没拜师啊？师傅，我这个我用拜师吗？嗯，这就是我刚才说你的患得患失忧郁症，听不懂啊？你用不着拜师，我觉得我缺少个老师，你看看我拜你怎么样啊？那我什么时候能拜师啊？一个人需要有老师的。我知道，但是我不是天上下来的吗？我不是天上下来的大鹏鸟吧？或者天上下来的雨吧，下雨吧。那我什么时候能拜师呢？人家都拜了，你这开法会嘛就拜了呀。等疫情过了，已经过了对吗？啊，已经过了开法会嘛，你就可以拜了呀。你现在疫情，你怎么拜师了？对不对呀？你现在心里先要守戒的呀，你拜师不守戒，吃全素了不啦？我吃全素了呀，师傅呀。嗯。两年了。我怎么被你叫的来、师傅啊，师傅、牙痛啊。因为我今天太突然了，我平常的时候，都是准备了很长时间。那个我今天没想到突然能打通电话，然后我就心里很乱。记住，就是因为平时准备了才能打通，就是因为我们平时学佛了、念经了。我们才能一事修成，听得懂吗？我没想到我那业障比例为什么会这么高呢？你过去看过不啦？因为我在一开始修的时候有半年到一年之间，然后我的业障比例，我有一次梦到是10%左右吧，然后最近感觉，可能是10%以下。我没想到我的业障比例会这么高。你有两个方法。这个怎么做？你现在的思维有两个方法，一个好好看看白话佛法，还有一个去看专科，到医院里去看看那个这个专科。脑子有毛病了你，听不懂啊？幻想症啊，幻听症啊，自我感觉症啊，心理学所以自我感觉良好。好。听不懂啊？好了，没脑子的。那我这样，好，那我这样修的话，那我这样的话，我还能修上去吗？你从上面下来，你总归当然能够回到天上了，但是里面有很多的原因的。第一，不能做坏事，不能犯邪淫，对不对啊？啊，众善奉行，诸恶莫作，你做到了没有啊？你到今天为止，骂人过没有啊？打人过没有啊？背后阴人过没有啊？嫉妒过没有啊？讽刺过人有吗？所有的这一切你不修掉，你会想回天的、啊。什么叫修行？听得懂吗？好了，我知道了，师傅。没脑子的、好好的听听白话佛法了。好了，不能跟你再讲了。今天已经好的，师傅，已经跟你讲到现在了，乖一点吧。好的，我好好修吧。好的，我今天先问到这儿吧，师傅。感恩你啊，感恩菩萨。好，再见。喂，你好。啊，天哪，师傅，是师傅吗？是。师傅好。你好。我是中国的佛友，师傅。我申请了师傅的拜师，申请了，不知道什么时候能通过，我有没有机会做师傅的弟子呀？有啊，等疫情过了之后能够开法会了，你就可以拜了呀。好，师傅。我是91年属羊的。81年属羊的是不啦？91年。啊，91年属羊的。对。你想看什么？傻姑娘。师傅。你想看什么？看感情啊。你的感情一直不好的，你知道吗？你是来还债的。对，是的。
就是你要还两个男人的罪债了，听不懂啊？师父，我去年的时候，然后业障爆发了，然后您的法身经常到我们里边来帮助我，给我加持，我都梦到您了。对呀、师父们，像你们这么多人，如果不靠法身的话，我能帮几个人呢？听得懂了吗？对，是的，师傅，我想看一下我的图腾颜色是什么。几年属什么？再讲一遍吧。91年属羊的。91年的羊。哦，白羊啊。师傅，我是最近没有工作，您看一下我以后适合找哪方面的工作？看一下啊。好。还有的呀，你有一个朋友好像对你还不错的，有一个朋友，你托他介绍呀。你大概要拖到第四个才能成功，拖四个人去帮你找工作吧。好的，明白了。那我大概是一些跟这种包装啊、印刷呀、行业有关系。好的，感恩师傅。嗯，我自己好好在家里念经。你叫人家帮你介绍的时候，你就告诉人家，我这个朋友特别老实，特别老实，就这么讲嘛就好了呀，好吧？你只能靠老实让人家得到人家用，明白了吗？明白了，感恩师傅。还有什么？师傅，我想看一下我的爷爷王仁，去世好久了，他的名字叫王能让。王姓三横王。对，能力的能，天让的让。王能让。哦，看到了。我在那个之前梦到他了，然后他在以前的炕上躺着呢。我知道。对。王能让。这个人呢，比较就是说，讲爱打抱不平啊，你听得懂吗？对。经常帮人家伸张正义啊，什么什么，好像觉得谁欺负人家了，他就会跳出来。对。脸是那个圆，瘦略胖的那个脸。对，瘦瘦小小的。瘦瘦小小脸是略胖的。我需要给他再念多少张小房子？在阿修罗。啊，阿修罗，好的，好吧，他阿修罗之后可能要投胎的，哦，好，那我再念多少张小房子吧？你如果能念，帮他念嘛，念的好一点嘛，80张。好的，我抓紧念。师傅，有一个重要的问题，就是我许了一世修成的愿了，但是我一直没有许那个清修的愿。你看，我没有觉悟，没有没条件，没有条件不要许。如果你是一个人，你就许。如果你有老公的话，你不要许，许了之后麻烦，好吧？我没有结婚，也没有男朋友。哦，那你许啊。那你就可以娶了呀。哦，真的吗？我是害怕因为爸爸妈妈他们不同意我，想让我结婚。那就比较麻烦了。那就比较麻烦。如果爸爸妈妈你要是就是拒不过他们的话，那你就先不要娶吧，好吧？好的，明白了。因为人可以有自己的理想的呀。对不对啊？现在的婚姻这么糟糕，很多的人不信宗教，他也不愿意结婚，也有很多的呀。因为他看到了爸爸妈妈的婚姻，看到了朋友亲戚，没有一个婚姻好的，他也烦了呀。听得懂吗？对。
所以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，那你人家要看的呀。所以为什么很多孩子不愿意结婚呢？你看爸爸妈妈这么伤心，这孩子都不愿意结婚了，明白了吗？嗯嗯，好了，师傅。就是我学佛念经之后，也梦到好多梦境，有好的也有不好的。就是我去年2019年的时候，7月13，然后大势至菩萨的圣诞日的时候，我梦到，然后我好像去了天上参加那个，我穿的一身红衣服，然后戴的皇冠，然后穿的那个结婚的礼服，我以为我是要去结婚呢。后来他们说是要参加一个举行一个活动，然后外面有4-5个人都是那样，你看。我是从哪儿来的呀？从哪儿？你是想说人间还是天上啊？人间从你从你妈妈生出来的。你说你这么大的年纪了，30-40岁的人了，问我是不我从哪儿来的？当然你妈妈生出来的。我告诉你，你就是大势至菩萨的弟子。对，你呀、啊，你下个星期一呀、啊，今天是星期四吧？下星期一是大势至菩萨，又是圣诞日了。你好好的求一求，好吧？我看看，我看看菩萨能不能，看看能不能给你做个梦，好吧？至少我会看看看看，让护法神给你做个梦吧，好吧？嗯。师傅，我之前梦到天黑黑的，然后那个有一条很长很长的龙，然后它我只能看到它的脑袋和它的尾巴，那是不是我的护法神呀？它就站在我旁边，我也不害怕。是的、啊、你如果到今天为止，你如果到今天为止你干干净净的话，你老老实实的话、嗯、你好好的修的话、嗯、我告诉你，你有机会一世修成的、嗯，听懂了吗？你自己要心要坚定。如果你到时候弄一个烂男人，你爸爸妈妈是为了，哎呀，我女儿结婚了，嫁出去了。很多爸爸妈妈，把女儿痛苦了，多少女儿嫁出去之后吃了这么多的苦，爸爸妈妈在家里自己唉声叹气，不就为了一个邻居一个面子吗？他管不管自己女儿在人家老公家里天天被人家打呀弄啊，对不对啊？对，你要好好跟他们讲的。说爸爸妈妈，你现在看看这个社会，对不对？你如果跟他讲，如果真的有好男人，我也愿意嫁。你跟他讲呀，对吗？你说你帮我找个好男人呀。好的，好的，对不对呀？师傅，我懂您说的话了。嗯，还有一个梦境，就是，师傅在您8月4号的过生日之前，我站到院子里边，然后我看到天上的那个月亮，一开始月亮有那个云朵包围着，是个半圆的月亮。后来它就变成了一个圆的月亮，然后越来越亮，越来越亮，然后我就看到一个侧面坐的菩萨，我是不是看到真的菩萨了呀？对了，这就是给你看到了呀。嗯，不要炫耀，看到了就是看到了就看到了呀，有什么稀奇？菩萨们本来就有的，没有菩萨我们为什么相信呢？听不懂啊？嗯，对对对，对，是的。师傅，您治一治我的毛病和缺点吧，我听您的话。没智慧，听不懂啊？对，嗯。啊，容易上当。啊，心胸比较狭窄，听人家讲话左右摇摆。对。好了，还要我讲啊？脑子没有，记性不好，人家一讲就笑。人家一骂就跳，好不啦？你说，智慧不够，赶快念心经，天天看白话佛法，听不懂啊？好了，明白了吗？好，明白了。师傅，我前两天去寺庙里边参加了一次义工，然后之前也没什么感觉，就是前两天的时候感觉好像，我感觉别人说的算了，没有再去。你再讲一遍啊，别是好还是不好啦？别人干嘛了啦？好不好啦？我不是学的心灵法门，然后他们是讲的另外一个法门的，学佛方面的知识。
然后我就感觉不太舒服。那你就看吧，一般嘛，最好嘛一门精进比较好了，对不对啊？对对对，是。好吧。然后听到了，我听到您讲的那个一门精进的录音了，然后听明白了。对啊，你到庙里去做义工帮忙都没问题的呀，只是说，只是说。都是一样，就与人为善，这种都没问题的呀。只是说你帮助别人都可以，就是说，对不对呀？你要学佛嘛，已经既然已经拜师了，学佛嘛，当然应该跟着师父好好修了，对不对呀？嗯，对。你说你到了一个大学里边，人家上大学里每门课文都是上大学，都很好的。嗯。但是你是学数学的，对不对呀？你对其他的科目。那你就不要三心二意分来分去了呀，因为一个人心里太乱的话，这个学学那个学学，那到最后说不定不能专成为专家呀，听得懂吗？嗯，明白了明白了。好了，师傅，那就我像我现在一直这样跟着您好好学下去，我还是有机会脱离六道的，对吧？你看看你哪一天变得聪明了，有智慧了，不问这些问题了，说明你已经有智慧了。你今天还问这些问题，说明你智慧还不够，听不懂啊？嗯，听懂了。好了好了，不能再跟你讲了，好吧？嗯、好的，感恩菩萨，感恩师父。要记住，活在世界上不是为了活着而活着的，是为了别人而活着，是为了众生而活着的，听不懂啊？明白了，师父。好了。好了好了，好，再见了啊！我自己的业障，我自己背，不让师傅背。感恩菩萨，感恩师傅。哦，再见再见，嗯。喂，你好。喂，师傅好，感恩菩萨，感恩师傅，弟子给师傅请安。重修自己业障，自己背，不让师傅背。请师傅看个2002年属马的女，她是今年的高考生，她选了在当地的一个大学读书，选的是师范类专业，想问师傅是否合适她。属马是吧？对。可以，她同时有，她有两个都很喜欢的，除了一个师范，她还喜欢一个，嗯，都很好。哦，好。你去问她好了，她还有一个，除了师范，她还选了一个什么，也很好的。哦，明白。因为他的分数线，就是他的分数刚好踩上他那个分数线，所以他有点担心是否可以顺利录取。嗯，没问题。嗯嗯，好。叫他好好念经呀，最重要的是要吃素。嗯，因为他就是他只是许愿吃素一个月，因为他担心学校食堂吃的不干净。这个不是理由啊。嗯，明白。嗯，好的。对不对啊？食堂不干净嘛，自己早点爬起来做，带、对不对啊？对。啊，找个理由，因为食堂不干净，怕索性吃荤的了，你说是个理由不啦？嗯，不是。哎、啊，好了。嗯，好，那他需要针对这个念小房子吗？不要啊。嗯，多少？小房子他有人念了86章。哦，好的。放生需要多少？放生需要250条。嗯，感恩师傅。又来了，又来了，哭腔了。嗯，我想，你是不是你开心大概也是像哭一样的，好开心哦。对不起，师傅。嗯，请师傅再看个1975年属兔的女，她有没有结？1975年属兔子的女的，嗯，她有没有结？对，她结倒没什么，小结、大结没有。哦，好，你要叫她当心啊，她的喉咙很不好，她的淋巴啊要当心啊，淋巴、啊。哦，明白。那他需要淋巴有结节，淋巴有结节。哦，明白。那需要多少张小房子？38。哦，好。那他身上有灵性吗？有啊，有一个男的。嗯。嗯，
那针对这个灵性需要多少张小房子？他妈妈打过胎了，像一个男的，会不会是他打胎的哥哥啊？小青年。就问他妈妈就可以了，好吧？好，明白明白。他房子有没有要清者？什么？房子有没有要清者？房子有啊，房子在左面，进门到底的左面。你问问他是什么东西，贴了什么东西？明白。那需要多少张小房子呢？家里25张。哦，好。他的业障比例是多少？你能不能一起问的？啊，对不起，师傅。我打上去一次，刚刚下来，你又问，再打上去。啊，对不起，师傅，他就是还想问一下他的业障比例、念经质量，还有佛。几几年属什么的？对，75年属兔的女。业障比例25。哦，好。小房子的质量还可以，可以。好。家里有菩萨来吗？好嘞好嘞好嘞。啊，对不起，我告诉你，来不来是另外一回事，只要一点佛灯，菩萨就知道。明白。听懂了吗？听得懂。你也可以问完了吗？对不起师傅，再问最后一个，一个70年属狗的女，她有没有悲业？因为她现在给很多人念小房子。我说听到你的声音啊，你不哭我要哭了。几几年的？70年属狗的女。70年属狗的。想问什么？她有没有背业？因为她现在给很多人念小房子。哦，背了，背得蛮厉害的。她的前胸有痛啊，肋骨啊，胸部有疼痛啊。那他需要多少张小？好，那他需要多少张？65张，自己要念65张。明白。那好了好了。那像他这种情况，就是经常帮别人念，他需要少念嘛就好了呀。没能力嘛少帮，有能力嘛多帮。好的，好，感恩师傅。听不懂啊？好。好，感恩师傅，这次问题问完了，同学们自己也让自己背，不让师傅背，感恩师傅，师傅再见。再见，再见，再见。好，听众朋友们，因为时间关系呢，今天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，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，好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